那你三更不睡觉干嘛啦？要吃饭了。你牙齿疼，你哭有什么用啊？天天都要。上厕所。来，花椒放嘴里。哎，你看，叫你平时吃那么多上火的。那还不是一直才想要吃的。赶紧躺下休息一下吧，天都亮了。嗯。哎，老板，给你送来了。这个点我卖给谁啊？哎，我早上有点事耽搁了，给你算便宜一点吧。现在买菜的人还很多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，你牙疼就等我回来做饭啊！呀，没得事的，我现在在家休息嘛，快点吃饭了。哎，好。你牙齿怎么样啊？已经好多了，你今天早上出门的，我都不叫我。叫你干嘛？天亮才睡着。今天你好买不？一会儿就卖完了，但是你要不舒服啊，要早点跟我讲，要半夜一个人在那哭，还是家里没男人耶。我好操心你嘛，我都没敢哭太大声了。但是实在是太困了，都还在里面睡好。这里有什么啊？叫随时都能睡啊。还说没得事的，眼睛都红成那个样子了，大早上又去卖力，累坏了吧？我不觉得累啊，只要你不生病就好了。我给你挂了号，医生说等消炎了就可以把牙齿拔了。都已经不痛了，可以不用拔了。我问过医生，之前医生说拔牙好贵哦。那你心疼钱干嘛？我这钱不就给你花了吗？你不花钱，我怎么有动力让你？快点吃饭吧，吃完今天早点睡。嗯，好。那好，我陪你去医院。嗯，好嘞。